那找到的失联的这些工作人员，他们都躲在什么地方？大约？那他们初期的话，就跑到他们的冷冻库里面躲起来。那原本是相对安全区，但是后来因为浓烟很大，就是烟会窜进去，然后我们就立即派我们的消防人员上去搜救。像他们这种状况，他们应该第一个就是要先选择没有烟，就是看烟往哪里走，他们应该往相反的方向。当然，如果可以，要先下来了。要先下来。要先下来。下来避难。哎、啊，如果真的没办法往下的话，哎，那就要就地避难。就地。那就地避难就是要有那个安全相对安全区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就这样，也可以阻止那个。有门可以把烟挡住的地方，那他们对很多 OPA 的，就是他们可能躲的那个地方，他没有办法防止烟灌进来，所以大部分后来都是呛死这样。就是因为吸入过多，不能浓烟死亡这样。他们会集中从这个楼梯下来，但原则上他们后面那边有一个楼梯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楼梯，好像看起来是会有三个楼梯。可是他们后来是躲到那边去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他们躲到哪一间要再确认一下，因为人很多，那谁哪一间要再都躲在同间。对，最后就是要再看一下他实际的位置。因为浓烟太大，我们刚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个浓烟已经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实在太，而且蛮艰难的。所以那你说曲折的意思是路上有比较多杂物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就是都有桌子椅子的意思这些。浓度会比较高吗？温度也高？就是因为它没有它的对外窗是在这边，然后因为它里面有隔间又看不到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血压口。然后我们是后来找了很久才找到这边有一个血压口来做血压这样。对对对，啊，一开始在做人民搜救，我们主要是把那个重点都放在人民搜救。好 ，OK。谢谢。但一开始是有躲的那个冷冻库不一样的位置，是不是有点延误到这个时间呢？有延误到了哈。了解，没有24小时，但是将近18小时。近18小时的运作，那有没有延误在报警的那个？没有，我们第一时间就报警了。那在第一时间，我们人员有进行扑灭。跟灭火毯的抢救覆盖这样，对，是因为救了。其他的部分我们调查清楚，稍后再稍晚再为大家说明。谢谢。